这礼拜想要分享的是用说踹去做手转。那要用说踹去做手转，倒立一定要很稳，然后在倒立的时候可能很轻松的控制画脚的动作，这样子才有办法画脚到底的时候做说踹的动作。倒立的时候先让脚呈现万字的形状，那我自己的习惯是左脚压在前面，右脚勾在后面，然后做缩踹的时候重心会移到右手，尽量让你的头去贴着你的右手的手臂，就是不要开掉，因为开掉很容易就散掉就掉下来了。然后脚踹上去的时候因为我画脚这个地方我自己练得也不是很好，所以尽量就是把它画开，然后踹上去的时候我是让我的左脚在前右脚在后，然后上去之后脚是呈现一个交叉的状态，就是死死的夹着都不要分开，然后用力伸直，它基本上都可以转个一圈多。那再来就是把画脚给放进去，那就是画脚的时候夹，然后一起往上踹，然后一定要记得头跟手尽量不要开掉，像我做的，我的头都开掉了，所以我转不了很久，我就会掉下来。如果我的头没有开掉的话，它应该会转得更久。那如果这些都做得到的，还可以试看看屁股稍微坐在空中的感觉。但是我这个东西我自己也练得不好。如果你可以做到屁股有坐在上面的感觉的话，那你的稳定度会更高，腰也比较不容易乱甩，可以转得更久。